人形蜈蚣就是把你的屁股缝到别人的嘴上，是不是？那还是别看了，那太恶心了。这稻草人挺不怕死啊，稻草人。来这等一下，这落手，堵他一手。算了，我就在这等他吧。清一个兵啊，清一个兵 ，A 两下，直接 E 破骸骨。哎呦我操，这个钩中的可不太好啊！一 A， 再 A， 再 A， 卡眼平 A， 耗点盐平 A， 平 A， 好闪。闪现一 A 死，欢乐水牛，他即使扣闪，我也没有任何血量威胁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闪都不用闪，他要扣闪就让他闪，没有关系。来个皮孩，这吸血鬼是怎么营养不良了？是不是？这吸血鬼的皮肤怎么这么瘦啊？还有我黑洞。我怕你给我吸进去，不打啊，这波挡一下，下边再打，小兵有点多。他现在装备很有可能。他们家奥纳夫就搁旁边，知道吗？他一直在那洛克萨斯，洛克萨斯的，我连线儿都不过去，我都不去，我这在后边一待，你俩要杀，那就越塔杀我，否则你杀不了我。可以直接打啊，这波这波可以直接打，因为他刚才 E 技能用了，肯定是吸地了，有一个 Q 没躲掉。回家出耀光，耀光出完好像我的钱只够买一个附庸型药水了，那就这样吧。那就这样吧。哎我操，这不无敌了吗？凯隐已经无敌了。这边等个六级啊，等个六级把他杀了。
你要想杀一个有疾跑的落手，那就必须得等他把 E 给放了，或者是他的 E 根本没有办法控到你。你看他把 E 给放了，这波 A 小兵升六级，A Q 转，对，还行啊。我们交了个大，他交了个疾跑。先Q W 溜，人有点多，走位。哎呀，哎呀，救命啊！蛇女叫闪了啊！这人是真多呀！一下给我来仨，天！下边他有没有闪现？啊，他有闪现，下一波，但他没有疾跑了，就好杀了。这玩意儿呢，主要是怕他跑得太快了。卡波兵线，50秒以后将他拿下。你像他如果没把兵线推进我们塔里，他就会非常的难受，知道吧？因为他上一波他们杀我相当于白杀，只有300块钱的优势，没有任何其他的优势。我这一手卡兵线，他等级还比我低。8秒钟，上线直接杀，我们都不跟他多磨叽，他只要敢上线，现在他就直接死。注意点岩钻 ，W A 都带钻，交闪不交闪死。就我这一路的小优吧，打野好像也还行，这波塔皮。不吃了，走了。我要再吃他上线疾跑，我就死了。吃的话呢，他也没办法把兵线直接推到我塔下，他也吃不到塔皮。往这边支援一下啊，不知道干嘛呢，这根本就压根就不知道干啥呢。先把这个奥拉夫，这奥拉夫咳血战斧了，我操，我也得三项了。
把这药卖了吧，来个三项。要是这波奥拉夫把我上路推了，我们的优势彻底消失啊，彻底消失。这波给我干崩了，还好他没有推我的线，还可以接受，他没有推我的塔。不是，那凯隐杀五个他才可血战斧，那奥拉夫杀了三个人可血战斧。我都没出那么快，中路不去了，去了给我们整崩了，不要去帮他们。这么个玩意儿都能被瞎当了，你说？哎，我刚才一个劲儿给那凯隐打信号让他走，你知道吧？在那落手还没走到凯隐的位置的时候，我就给他打信号让他走，他都不走，这人不知道干嘛？你这5-0打成这个样子。属实是不咋地。回家。我得出个死刑，还得他们家蛇女奥拉夫加上那个洛克萨斯之手全得要死刑。可以打，好像可以打，来来来来，拿下了也是啊，小龙还我们的票呢，哎呀，我们再去把中路塔皮都给他吃了啊，能吃不？不能吃也把中路塔给他拆了。这就是这个落手没有下来，而我们下来支援了，我帮队友打赢了。3、2、1，我得走了，这不能再拆了啊，再拆我们死了，不合适。嗯，队友不太厉害，稍微稳一点。扫一下，奥拉夫往这儿走来，稻草人快点过来，你这塔不没了吗？先来个朋克巨链吧，要不然这捡吸地有点低呀。嗯，捡吸地算了，这波用不着捡吸地啊，这波我们不用捡吸地。这波我们不用捡吸地，
我们大招是好的，就不用捡西地。我就站在这里，这边敢抓我，这边就全死。啊，那稻草人，稻草人就应该搁这跳大，你知道吧？我这一波 A U E 把他们四个全杀了。怎么还没完了呢？这还哎呦，我这家伙，这人这个多呀！没事，给我追，别急啊，后边蛇女得先杀蛇女。抽一下！呀 ADC 要杀我！这咋挨着的？不是这 W 技能为什么没有那个弹道啊？这啥意思啊？我连弹道都没看见，他也不是 A 我的，他也没有那个那叫什么，他也没有火炮，他 A 不着我。他闪现 A 他是 A 不着我的那个距离，他 Q 他也 Q 不着我，他只能是 W 我，给我 W 死的。把九头蛇出了，这波死了，挺难受的。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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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一百，我出个秒表。这团战直接也秒了，不行啊。买个秒表这波，然后进去卖一波。这边 AD 没有闪，这波把 AD 杀了啊！对面直接冲，我们家后排应该能打得动，没事。别着急啊，直接杀他们家 AD， 闪现一 QR 转起来 ，W，Q 再转。一 A 接 Q 平 A 死了，你好像也打不过我呀，拿小龙，我本以为这一波需要一个秒表，没想到这也不配让我出秒表啊。回家，买个蟹手的小件儿吧，来个蟹手的小件儿。你们全去下路，这大龙不丢了吗？不行，让他死了吧。
哎呦！你单挑打蛇女没打过啊？那还打个屁！你说对面现在开龙怎么办？全是蝴蝶效应，看着没？中单死完以后吧，其实没啥。中单死完打野死了以后，对面放峡谷先锋，放峡谷先锋我就得来下，我来下对面就开龙，对面一开龙我们就没办法。一环扣一环，farm 吧。这没法去呀，守高地嘛，没有视野的。我其实现在我都不上，我们等一等 buff 就行了。这波上其实挺二的，你蹲一蹲，再给你们都蹲死了，没有必要上。他们也不会冲塔的，你就稍微等一等，换路啊，换塔啊，不能换，不去了，这不能换，等下条小龙，一会儿对面就回家，我跟你说，回家这波你死了，我们龙就丢。不换，现在不能跟对面打团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你这人能跑了？你要能跑了行，还跑不了，就砸点也不听。你说他接下来要干嘛？对面要干嘛？我都完全，我都可以直接给他写在纸上，我都告诉他，你这波如果推塔会怎么怎么样。打吧，可以打。左边没有人，左边有蛇女的妈了。他好像知道我位置。你别点他呀，你点他不知道搁哪了吗？先杀的 AD 啊。可以，叮，小龙谁的？小龙他们家的，可以推个下路，吸血鬼推个中。其实我摁错了，我没想摁这个钉来着。我想摁个药，一下摁着一了，给我钉摁了。我走到左边，你上哪追我呢？精神病吗？
们家出血手呢。先来个血手，我都要神装了。上一波 AD 交不交闪？交了，行。你跟我来黑打，你直五啊，小心蛇女在左边啊。来大龙做视野，把他们视野排干净，马上大龙要刷了。可以，可以直接大龙。这边对面，这波对面状态不好，可以直接龙。大龙走，大龙走，大龙我们负责贴 AD 啊，队友负责杀奥纳夫。别让凯隐扛着，快打！这是啥？我以为是燕窝呢。还行。早回家春哥了，神装了。这波直接来个大药啊，然后准备我们小龙团，小龙把他拿下，这把就赢了。我尝着了，挺好喝的。捡什么信号？我现在进野区，谁能拦得住我？我现在就进野区，往这一站，来来来，给我救吸血鬼！这奥纳夫，这白送，德玛西亚，小龙没了。哎，这里头有人儿。把小龙打了，我们千万别被人给抓了啊！让他指，没事。直接打龙，把龙打了。打完龙，我们推中。奥拉夫现在已经心态就不行了，你知道吧？现在就已经有点慌了，有点乱了，开始乱打了。这波不急，把红打了，奎因死了，这不行啊！我这不能一波了吧，兄弟们？不能打了100年，最后回到解放前了吗？
有一个炮车，还好啊，还好还好，没一波，可以接受啊。还可以接受，没事，只是破了一个中路，我们依然还是优势啊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家有水龙龙魂。我已经没有什么能出的了，我就剩个朋克巨链了。就我刚才不应该被蛇女石化的，这里边可能有人。我不被他石化，我们可能还能换一个。来，这波我有闪。可以团，没事。大我也没用啊。把这 ADC 给我杀了！我操，这蛇女这么猛！他一个四件套蛇女，我一个身装猴没打过他，哎，真是难过。不过没事，对面还剩一个了，全死了。拆不掉啊！我要把这蛇女杀了，我们家应该一波了。我的问题没杀掉，我不出那大药了，太大了。我出一个攻击力的药，打个大龙。复活甲换黑切，没有钱，那钱不够。春哥也不换黑切，春哥可以换十五，换个收集者都行。春哥，换点穿透，杀不到吧？他有那个狂风之力，没事，直接大龙。那 ADC 没有狂风，我们直接杀蛇女啊！这一波。这怕什么？这开呀！这个进的这个 W 技能，我操了，真是！哎呀，我天哪，这福地呀！哎，我佛了，这腹地！吸血鬼，吸血鬼，洗废了吸血鬼，漂亮，吸血鬼，杀蛇女，我这杀太阳妹妹，还剩个奥达夫，漂亮，兄弟们，一波！哎，我操，这腹地，我动不了啊，我没办法，我动不了。一个劲都放不来，这腹地漂亮，一波吧。哎呀，七秒复活了，快点拆，别磨叽，
下拆没了，拿下。啥也没干，竟然团赢了，那没办法。